那个人真的从你生命中消失了吗？你不要求我放弃你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放弃，因为我只会一直这样喜欢下去。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把你留在我的身边。我跟沐晨决定结婚了。讲完了吗？再打我！少爷，沐晨，沐晨，不要担心，我不会有事。听好，他不管做什么，小孩都不能交给他。沐晨，结婚快乐，老婆。所以，你愿意放了拓野了吗？请你让我做你身边的那一个，保护你，照顾你跟小乐的亲人。最终的荒唐。哎，老婆，你不要出来啊！快走啊！我拖爷，你跪起来地我嘛！你是我看见哦，上高小派的细汉，你若无来地我吼，你就莫回去花田村做人。人走无影。哦，啊！你走上头前，你无看？我啊，你可着走到那背，只要着人无影。这店面拢无开啊，咱来走倒去。刚来走已经七点呀。你说会懂我的失落，不是靠宽容就能够解脱。对不起，有人在追我，可不可以让我躲一下？的时候刚好你和他正说要分大家放掉来。我以为你已对他不再期待，不纵容他再给你伤害。上下啊，有头发在这里，你把人走了，我揍死你，快点闭眼。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，专心陪在你左右，弥补他一切的错。也许我太过天真，以为奇迹会发生。来来来，两个那边，两个出去。是是。真的很谢谢你，高材生哎，反应真的很快。我才不是什么高材生呢，我是卖便当的。最好是啊，卖便当，在哪里卖便当？不一定哎，下一站有可能是圣德大学。圣德大学，好啊，但是要是我肚子饿，我就找你买便当。好。不跟你聊了，我要先走，拜。心陪在你左右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一关是你请我的，带来的好运送的，希望你不用再被人家追杀了。他让你红了眼眶。哎，我叫花拓野，你呢？梁沐晨。谢谢。赶快叫副组长煮点面线给我吃，我肚子饿死了。今天早上登记的。是他逼你的，对不对？
想要给小乐一个家，毕竟他是小乐的亲生爸爸，而且很努力的想要弥补这段关系。也许我应该给他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啊？他跟小乐吗？还是你跟他？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只想走一步算一步。你往好处想，现在的你没事，不会被关了。小乐也有了爸爸，唯一不好的是他并不爱我。原来啊，他那天整我就是为了逼你做这些，对不对？你往好处想嘛，不要把事情想成是一种牺牲。我当单亲妈妈这么多年，独立抚养着小乐，从现在开始我不用再担心小乐没有钱看医生，我再也不会害怕小乐跟我吵着要爸爸，我也不用再说谎骗他了。所以你应该要替我开心的。你呢？你开心吗？我开心不开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不用再为我担心了。这个决定是我考虑过后才做的决定。你耍我？你前天才答应嫁给我的，你今天又跑去跟别人结婚是怎样？对不起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说对不起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为别人着想？不用再为了我，也不要再为了小乐，可不可以把你自己的人生摆在第一个位置去考虑？啊？为什么？你已经答应嫁给我了，却还是被任光熙抢走，那又是为什么？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，但是六年前、六年后的你，依然还是选择牵他的手。我最在乎的不是你跟他结婚，我最最在乎的是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相信我。每次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始终想到的那个人不是我。我这样很傻，对不对？很天真哈。我以为只要专心地守着一个人，那个人迟早都会看到，会明白的。但我好像错了。哎，木尘，这没什么的，你赶快去啊，赶快去当任光熙老婆啊，这样对小乐也好了，有个有钱的律师老爸，总比跟着我种花就过着苦日子好吧。我也不算太差吧，应该不会有人不要了。真的没什么的啦，
就只是分开嘛。只不过跟六年前不一样，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再把你当成朋友。你真的不要太在意啊，因为从头到尾也不过是我一个人一厢情愿罢了。没关系的，只不过六年嘛。我以后不要再这么笨就好了。好啦，你快走吧，再见。希望就不是奢望。拓野，不管你怎么想，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我最重要的朋友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么说。他让你红了眼眶，你却还笑着原谅。原来你早就想好，你要留在谁的身旁？我以为我够坚强，却输了。